都屬於俾我第一個印象，就係陸地嘅盡頭，我哋唔可以。從我細個一出世，就同呢一個行業結下咗一個不計嘅緣分。但係喺細個嘅時候，對於我嚟講，呢個只係一個遊樂場，俾我去玩，俾我喺裏面跳，俾我喺裏面跑，一個好大好大嘅空間。其他工作也好，佢背後嘅嘢也好，完全唔關我事。我只係同一個遊樂場。但係時間換咗我成長，我同做船成為咗一對朋友。佢一路換咗成長，喺啲二三十年裏面，我不斷睇到我成長嘅同時。可能有一天他不會告訴我他離開了這裡，在他伴隨了這段時間，從一個感情慢慢好像沉澱了一樣叫責任令到我，希望我現在知道他更加多的故事。而在尋找這個故事的時候，我見到的是一條街。我們怎樣將這條根留住，然後繼續現在的工業。在這十幾年，澳門的經濟是發展得很快，可以超出很多人的想法，很多人的想像。而很多傳統的東西不斷在我們面前消失，而我這個朋友他的角色都有轉變。在這一刻，我們想到什麼出來？有人說澳門的造船業已經不存在，已經消失了，但對於我來說，從我爺爺開始到我爸爸一世只做一位工，而到我這一代，是不是慢慢地承受我們是最後一代，最後一代的意義很沉重。的而且確，我們不可以否認澳門的造船業已經熄滅了，但是消失原因就是它有一個文化，這個文化不是我們去創造出來，而是我們跟怎樣延續。我們希望用我們的故事，希望用我們朋友的故事去告訴你們，怎樣可以再一次令到這個故事延續，從規矩轉性到最後發生。我們一路就是沿著這個根源自共同做船去發我們屬於我們。但是為什麼我們說再續船？以前在我小的時候，我見到的是一架很大很大的船，但是當我成長的時候，現在我見到的只是一座小船。而再續並不是我們希望斷過這條根，而是希望可以將這條根繼續斷。有人問根是什麼？而做船的根，有一個朋友告訴我，根其實就是我們的家。無論你走到哪一道，這一條根都不會離你。我們怎樣沿著這條根，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澳門是我們的家，做船是伴著成長給我養分。我們不希望他在我們這一代失去了這一代，將這根留住，讓我們一代一代一代傳承。一起傳承，一起成長，是我今年的一個口號。為什麼我們要傳承？
點解我哋要成長。每次我睇到我爸爸去做一啲細嘅船仔嘅時候，我腦裡面會產生好多好多好多嘅景象，而一種景象係好複雜，佢會令我諗起好多嘢。其中，佢同我講，佢做呢個龍舟模型嘅時候，佢話澳門而家打埋手都冇幾個人可以做到。喺呢一刻，喺我腦裡面，我懷念一樣，這個是以前的一個時候，也是上一代。我懷念做大船的時代，為什麼？當時我們去付出很大很大的汗水，默默地將澳門的經濟推到一個很安定的地方。記得有一天，跟爸爸說做船做龍舟的時候做木匠，他不其然地跟我說了一樣，去六零四。我完全不知道我爸爸是誰。後來回去家裡上網看看，找看一些書，發現原來這樣就是我們數學裡面同一個求共識。這件木材我今天依然放在我桌上，因為從以前一路練習到現在，告訴我們聽這個傳統它沒有斷掉，給到我們就是跟一路一路的成長，一路一路的做。魯班創造祖傳，它有很多我們說中國人的風音樂相承的怎樣完全落地，就要靠大家點樣將呢個傳統、將呢個根要做落。喺我心裏面嗰刻，我諗起一樣嘢：成長。成長係我哋傳承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。只有我哋去成長，去接納傳承嘅棒，我哋先可以將呢個文化，將我哋根繼續延續。在座的年輕人，希望你記得你們自己成長的地方。在這個時候，希望大家可以承擔起你們的傳承的這個肩擔，就讓我們一起傳承，一起成長。看似很簡單的一個木匠，其實他亦都經過很多很多不同的工序，怎樣去做到，怎樣做出來，在不斷的過程告訴我們，他裡面隱含了很多傳統的工藝、傳統的技術，亦都給我們很多的思考、很多的想像。希望大家一起傳承。我們傳承的過程裡面，我們相信的東西叫做想像。如果沒有想像，我們沒辦法。澳門從昔日的小漁村到今日的大都市，很多東西都是超出我們的想像。做船業，它貢獻了好十幾十代人的汗水、換來的對他們的責任已經認識，接下來的他們的文化繼續流傳，這個是他們的根的流傳。記得有一句歌詞裡面說到，仍然要相信，這裡會有想像。當這個城市沒有想像的時候，他們的根也都會枯萎，甚至會消失。做船業雖然已經熄滅，但是做船文化依然可以慢慢傳承流傳，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根的傳承。我很多謝這個老朋友給了我在這個成長階段
令到我係佢嘅根源嘅基礎。喺呢刻，我諗起一首歌，呢首歌係梅艷芳1984年向我們拍嘅一個 MV， 亦都代表呢刻嘅最重要嘅情懷。之所以我都拍嘅時候。希望大家去感受的时候，在这里游走着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屋门，每一条根也都跟着我们去走，从一个小渔村到现在屋门的改变的地带，都要去感受一下为什么我们一个传统的行业在这一刻好像停顿了，但是我们的时候可以更加这个画面，大家听到的歌曲是2003年梅艳芳呢个人生最后的一个演唱会里面唱的一首歌。从1984年到2003年，足足30年，歌者已经去世，亦都系我哋去怀念呢一刻我哋嘅共鸣嘅一个情怀。我哋帶住嘅係大船同小船，點樣係沿住呢個一步一步嘅足跡，去到呢一個足跡嘅落花盆？每當望到呢一個情景嘅時候，我都會記起頭先同大家講過嘅做大船嘅時候，去回憶我哋嘅根，不斷令我哋向前去尋找方向去邊。帶走的一份受傷，並不是我們講一個做船人的故事，而是屬於我們跟家我們的人情。做船它只是一個縮影，給到我們看到我們的其中一個。很多人告訴我們喜歡我們，正正就因為我們家我對澳門就係一個澳門情，上面呢個海邊嘅故事，讓佢一路一路咁樣繼續流傳落去。我哋嘅根喺小城裏面放咗，透過一代又一代嘅工作，話俾我哋聽乜嘢係做船，乜嘢係做船。從一個家庭。將呢個故事結束，亦都需要大家一起傳承。喺最後，當我哋打開一個玻璃瓶嘅時候，要聞一聞，凝聚咗嘅就係一份澳門嘅人情味。多謝各位。